的两条线依次编写卷结。右边的也是85厘米的线做绕线，又依做轴线编五个雀头结。也就是左右来回共编十次。然后换绕线相邻的三根线依次编写卷结。一个花样就编好了，再示范一个。先编中间的四条线，左一做绕线，左二做轴线，先编右斜卷结，再编左斜卷结。右一做绕线，右二做轴线，先编左斜卷结，再编右斜卷结。中间两线编右斜卷结，左边的两条线左一做绕线，左二做轴线，编五个雀头结。也就是绕线围着轴线来回共编十次。编好五个雀头结后换绕线，相邻的两条绕线依次编左斜卷结。右一做绕线，右二做轴线，编五个雀头结。也就是左右来回共编十次。编好雀头结后换绕线，相邻的三条线做绕线依次编写卷结。
就按着这样编到自己想要的长度。编好之后准备封口，把活结解开，固定一下，把两端的对应线编斜卷结。就按这样一对一的编斜卷结。找到对应的线编斜卷结合并。把八组线都编斜卷结合并好后，剪去线头稍扎好，然后把戒指翻到正面，戒指就编好了。下期再见。